林与歌手余冠华虽然已经在2006年离婚，但至今仍保持联系。近日，方文琳的大女儿余其佑迎来27岁生日，所以她带着大女儿和母亲前往乌来一起泡汤享受，甚到一起去前夫所经营的餐厅为大女儿庆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系列庆生照中出现她与前夫的现任妻子苏贞莹一起同框合影的照片，意外展现出和谐的氛围。对此，方文琳表示，自从离婚后就没有与前夫断过联系。她强调，这是因为孩子需要父亲，而且前夫也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父亲，所以让孩子们一直在幸福有爱的家庭下成长，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能减少自身的压力。此外，方文琳透露，她和前夫的现任妻子也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并且很感谢对方能那么大方的去疼爱自己的女儿。一番开放的言论获得网友们大赞，直呼她是地表最佳前妻。